可以，可以拿你们这个套那道题，可以的。但有个问题是，你们老师是打算让你们考场上就画吗？还不是？是画，就是跟他这个model canvas 不是有9个点吗？然后就是要每个点都要说，就是先把他那个假如啊什么那个词叫什么 customer revenue 什么的，就假如先把主要的点写下来，写完点之后呢，然后在后面再写它的细节。主要是我知道这个9个点是啥，但我不知道后面我该怎么写。对，OK，我想就是想。我给您看的这个图片是原题，就是去年考的原题。我当时考试的时候，我看见它，我觉得我也会，但是就是我把9个点写完之后吧，我主要那9个点我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后面就是细节啊什么的，就根据这个题怎么，就看题要看哪里，我不太清楚。